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44面，344面第一行看起。不计众苦，少欲知足。这两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注解。计者，计较执着也。佛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计较。佛法说执着，执着就是计较，所以斤斤计较，严重的执着。苦则不计众苦，苦者佛地经第5卷比恼身心痛苦，用现在的说法呢，就是压力，精神的压力，物质环境的压力，这就叫苦。重苦者，就是苦多，苦太多了。佛经把它分类，有内苦，有外苦，内就是身体，外就是你的环境，给你压力。三苦是佛学专有的名词，他把苦分为三大类。下面这个苦字是名词，苦苦、坏苦、行苦，上面这个字呢是动词，属于苦、身心苦恼这一类的苦，称为苦苦。苦苦里面又分为8种，生老病死，这是苦苦。环境上有求不得苦，有怨憎会苦，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东西，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听到，偏偏叫你常常看，常常听，这一类叫怨憎会，爱别离，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希望常常能在一起，偏偏要离开，叫爱别离苦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环境上的苦，另外一种叫无因之生苦。这个无因内外都有，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包括身体，身体有病痛，这都是生苦。精神受想行识，你的感受，你的念头，那么这些苦它永远不离开你，一切时一切处都会
啊，它不会从中止，这叫行苦。最后一个识，识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所以合起来了八种苦啊。啊，佛经上常讲啊，人生在世，八苦交煎。底下说分类不同啊，均表苦类众多。菩萨了达一切众苦，皆是虚妄啊！这一句重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苦的相，二苦的相，三苦的相，毕竟不可得。啊，谁在受这些苦呢？身体，身体不是我，这个道理就是了。啊，我精神上受苦，精神也不是我。我到底是什么呢？我有没有呢？真有。灵性是我，没人知道。啊，世间聪明一点的人，他认为灵魂是我，算很不错了。啊，灵魂是不是我呢？是我，是个迷惑颠倒的我。啊，灵性迷了就叫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灵魂出不了六道啊，啊，它的活动范围有局限，六道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啊，上面到二十八层天，下面到阿鼻地狱，活动空间大多了。啊，但是他出不了六道，灵性就出超出了，啊，灵性超出他到十八界，再要超越呢，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灵性里面时间跟空间都没有。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他没有远近。啊，谚语所谓无缘覆盖呀，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宇宙的边际它看起来就在眼前。啊，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最后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自信本具的智慧现前。能力现前，叫万德万能，能力现前，意思就是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那是智慧，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这是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个相好。你的自身跟你的环境非常美好啊，里面挑不出缺陷的，
啊，这是心得圆满的流露。啊，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就是的。啊，华严讲的华藏世界就是的。全是自己本能所现出来的。啊，那我们现在的环境没有离开本能，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自信啊，这个形象扭曲了。啊，只要我们把心态改过来，也就是念头。念头恢复正常了，外面环境全部就正常。这不是难事啊。啊，难在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事情难。啊，这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佛法，确确实实是知难行易呀！啊，行是什么呢？就是放下。我跟老师第一天见面，他就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知啊，难呐。放下容易，只要你肯放下，境界马上就提升，啊，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障碍是什么呢？障碍是我们怕苦，我们讨厌那个苦，我们的欲望太多，欲望放不下，这是障碍，这是堕落的障碍，这是把性的扭曲的因素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懂得啊，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执着，你就自在了啊！现在的话是，你就解放了。菩萨了达一切众苦，皆是虚妄。不但苦是虚妄，乐也是虚妄。极乐的乐，不是苦乐的乐。苦乐的乐是相对的，不是真，不是真乐。啊，那是苦暂停了一下，哎，你觉得很快乐啊？譬如我们这个身体，这身体不是个好东西啊，身为苦本呐、啊。我的身体不苦啊，没错，你吃饱了，你不知道苦。如果你一天不吃饭，就饿得很苦了；两天不吃，就更苦了。苦是真的，啊，乐是假的。啊，肚子饿了吃饭很快乐，吃一碗很快乐，吃两碗还不错。叫你吃个20碗、30碗，乐就变成苦了，乐会变成苦，乐是假的。苦永远不会变成乐，这个苦是真的。啊，打你一鞭子，你很痛，痛苦；打你一百鞭，你更苦，不会变成乐。啊，苦不会变成乐，乐会变成苦，就乐极生悲呀。啊，喜欢跳舞的不错啊。跳舞很快乐，叫你跳上7天7夜，你都喊救命了。啊，对吧？会乐会变成苦，这肯定的，这都不是真的，假的。啊，
苦乐两边都是苦。啊，两边都离开呀，才是乐。啊，所以极乐那个乐很少人能体会到。啊，那个乐什么？清净心是乐，真实智慧是乐。会以众生之力是真乐。这一句话就是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别人有困难，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去救济他，这叫乐事。啊，所以要晓得事出世间一切法它的真相啊，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真能看破，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得大自在。啊，底下接着说，毕竟不可得，毕竟是究竟，故能安忍，住于平等。菩萨明白，菩萨见到事实真相，所以菩萨再不会为自己。自己没事啊，才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苦难众生服务啊。虽然为苦难众生服务，他没有辛苦啊。为什么没辛苦呢？他把我丢掉了，他不再执着我了，不再计较我了，那没有我谁受辛苦啊？觅受辛苦了不可得。我们今天做事情为什么觉得很苦啊？因为你也执着这个身啊，我做这么多事情我很累了，妄念在作祟呀！啊，境随心转，你有这个念头，身体就确实就感觉到累，劳累了，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你还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啊，菩萨，我们要真正了解了，菩萨是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对象啊，是遍法界虚空界有缘众生。你说他在没有证得菩萨之前，凡夫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给一切众生结了多少缘？啊，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反正只要有接触，都是有缘人。证得菩萨果位，成佛了，这些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因。感是什么呢？他所放出来的信号，无论是意念，无论是身体，身体是物质，物质它有频率，这些信号佛菩萨通通收到啊，收到就有应呐，就有回应呐。啊，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菩萨的工作非常忙碌啊。啊，每一天收拾的信息那是不可无法计算的，
他全要回应。啊，这个应有显应，有明应。显应是让你感觉到，啊，你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明应我们讲暗中来保佑你，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感受不到。没有一样不应的。啊，明应的多，显应的少。啊，你要说我们起心动念，说佛菩萨不知道，哪有这种道理？啊，我们自己修行，证得这个位置之后，就是那完全了然了。我们证得的境界，展开经卷对一对，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叫正知正见。你这个境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邪知邪见。啊，所以菩萨能安忍。实际上，安忍是说给我们听的。菩萨还要有安忍这个念头，他是凡夫了，念头都没有啊。他住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清净平等觉。不起清净平等觉的相，所以这些话都是非常不得已说给我们听的。啊，那在他们呢境界里头，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所以他不累呀。也就是说，说跟无说两边也不沾了，这才叫真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不计众苦，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讲的。菩萨无论在心里，在行为上没有苦乐，根本就没有。啊，心里没有这个念头，身体上就没有这种感触，啊，苦乐没有这种感受，这叫真乐。啊，所谓是两边不住，中道不存。这是自信清净心里面。本有的境界。这叫不计众苦。啊，我们能体会到，就是这个世间没有苦乐这桩事。啊，像普朗克所说的，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种事情。啊，佛在这里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苦乐这种事情。物质是物质环境，苦乐是精神环境。
精神跟物质都没有啊。现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有。这个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现象确确实实是了不可得，毕竟空寂。啊，这是圣者、佛菩萨他们证得的境界。科学家现在也沾了一点边缘了。对于物质跟精神知道了，是不可得。啊，它是从极其微细、极其快速频率震动里面产生的幻象。那么这种震动科学称为能量。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从能量产生的。能量遍法界虚空界。能量是个动向，绝对不是自信，自信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啊，那这个极其微细的震动是什么呢？在佛法的名词叫阿赖耶的业相，业就是动。啊，代表动，啊，叫一念妄动啊！啊，佛法讲得很好，那一念动也是虚妄的，也不是真实的，叫一念妄动，一念不觉，不觉就是动，觉就是不动。啊，禅定是觉，智慧是觉，禅定是觉，智慧的体。啊，智慧是禅定的作用。啊，有体有用。所以心不动呢，其作用就是智慧。心要是动了，其作用就叫烦恼。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知识，其作用是知识。心不动啊，其的作用叫智慧。差别在这里啊，不动是真心的，动是妄心。啊，这一动就叫阿赖耶。啊，真正能把事实真相明白了、了解了，不计众苦。换一句话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你都会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幸福快乐与外头环境不相干了，你真正得到了。你对于所有的环境你认识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全是由于众生行念善念不善念啊，无记念所变现出来的。这就是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实际上是心想在那里主导的。啊，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
都是从念头，念头在做主导。啊，念头太杂了，太多了。啊，《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呢，就这个现象。啊，所以教育重要了。我们看到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说的，看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美好的基础啊。什么原因呢？这个世界里头的居民一个恶念都没有，一个杂念都没有，原因在此地啊。有因必有果，所以他这个世界里的美好，这世界里找不到一点缺陷。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人都觉悟了，都回归自信，也像极乐世界一样，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恶念，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在这个太空当中，每一个星球都可能变成极乐世界。每一个星球也可能变成娑婆秽土，跟我们现在这样子一样。在人心的觉于迷眼啊，佛菩萨慈悲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救。救济贫苦，佛经上常说，那个贫不是物质生活，物质生活贫苦无所谓，知识的贫苦啊，那才是真大的问题啊。啊，所以佛救济贫苦用什么？用教学。帮助你认知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真正认识了，念头一改变，你的环境就转了。一个人就一个人转变了，一家人觉悟，你一家人转变了，你这一个地区的人觉悟，这个地区就改变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以前我们是在圣贤典籍啊经本上找到这一些理论啊，这些方法我们自己依教修行啊，修行两个字也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
我们很多想法看法错了，说法做法也错了，把这些行为修正过来，啊，标准是圣贤的教诲。啊，确实我们自己改变了，真的离苦得乐了。也就是对于苦乐不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真好，真快乐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没有一样不好。从五十三参里头学来的呀，啊，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啊，教诲如何落实在生活上，做了五十三参完全明白了，会用了。啊，你一家能转，那么你的家庭真的是菩萨家庭啊，也就是觉悟的家庭啊。佛经上觉者之家，不一样啊！下面少欲者，不多求也。得少，不悔恨。少欲知足。这个人一定很幸福，一定很快乐。啊，他于人无争，于事无求，生活所需要的实在不多啊。心地越清净，身体越健康。啊，真是少病少恼啊，少病很少生病，少恼他很少烦恼，他怎么会不快乐呢？中国古书里面所记载的五亩之地能养一家人呢？啊，一家人的衣食就可以保住啊！啊，能吃得饱，能穿得暖。啊，外国的亩比中国亩大，外国一个亩是六个中国亩，那中国讲五亩之家还不到外国一亩地，安贫乐道啊！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也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啊，到澳洲来了，感觉的普遍的叫澳洲人知足常乐，我是十年前移民来的，
但是跟澳洲往来有20多年了。啊，在过去，每一年到这边来讲一次经，大概住一个月。啊，这跟澳洲有缘。啊，正是移民到这边来的。啊，在这边建道场，移民到这边来的，10年了。啊，澳洲人，知足常乐。啊，出来的时候，看到这边民风，啊，商店早晨大概11点钟才开门，晚上5点钟就打烊了，就不做生意了。星期六、星期天不做生意，他们非常懂得享受，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啊，不做生意，关起门去了，去旅游去了。啊，他们不要赚钱。啊，有一点钱，生活能过得去，很满足。啊，跟其他地区人不一样，其他地区人是把这个赚钱放在第一。这边的人是把享受摆在第一，啊，赚钱不重要，这是个好地方啊，人间净土，极乐世界。啊，最近这几年，外地移民到这个地方人多了。啊，那么这些外国的这些不好的风气，逐渐也带来了。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商店晚上还开门，啊，开到晚上9点钟。在从前没有，啊，比10年前好像是开放一些，啊，但是比起世界上其他的一些都市啊。那还是好的太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农村基本上没有改变。人民非常朴实，老成忠厚。他们工作虽然时间不多，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认真，啊，这是他们很美好的传统。一教经云，少欲之人，则无禅趣以求仁义。啊，禅趣是唯取巴结别人。啊，欲望多的人呢，他多求啊。啊，他会有这种不好的心态啊。少欲之人。为什么呢？无求于人，于人无争，
与世无求。处事待人接物，有沉静心。有彼此互相关照的心，啊，有敬爱的心，有互助合作这个观念，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不骄都有。啊，再一般童子，啊，你看小孩，他们在一起玩耍，你就能看到。现在问题严重，啊，我这个年龄，童年住在乡村，小朋友在一起玩，没人教啊，都会互相关怀，互相照顾，这一点不假了。啊，邻居、邻村的小朋友，都跟兄弟姐妹没什么两样啊。啊，现在问题出来了。啊，这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小朋友被电视看教坏了。啊，上了小学了。啊，六七岁上小学了。上小学就看电脑。啊，所以被网络教坏了。啊，很小在一起他就有坏点子，他有坏心眼，要想占别人便宜，啊，想控制人，啊，夺取别人所爱的，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啊，20年后，这些小孩长大了，在社会服务了，社会会成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如果现在不回头，不去找，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真的就像外国人所说的世界末日，末日无法幸免。啊，我们这才真正醒悟过来，明白了，啊，几千年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是老祖宗们所教出来的呀！啊，他们身心言教，啊，教我们伦理，伦理是教我们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啊，与动植物的关系，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与山河大地的关系，这属于伦理。
关系搞清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应对，这是道德。要遵守道德的规律啊。无常、四维八德，这是道德的规律。还要懂得因果的道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因果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开始有因果？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宇宙、生命、万物、因果是同时发生的。佛经上的术语，一念不绝。同时发生的。第一个因呢，没有原因。所以佛法给他一个名词，叫无始无明。不但没有原因，跟你讲真话，他没有开始。这个话是真的。我们在年轻时候学佛法，对于无始无明，总有疑惑。无始大概是时间太久了，太远了，找不到它的起源，这是无始吧？其实我们把意思全搞错了，无始就是字面上话上根本没有开始，那这个就难懂了，太玄了。明明有，怎么说无实呢？到量子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普朗克就说这个物质没有物质现象。这没有物质现象，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无实无明是一样的。你说他有已经不在了。你想想看，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你把那一次你怎么能看到他？一秒钟里头1600兆次的生灭，我现在让你把那一个生命说出来，一个生命说不出来。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兆的生命过去了。你说它灭吗？它就生了。你说它生，它就灭了。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你找生灭就找不到啊！在那是什么时候呢？就在现前，就在当下，根本就没有过去未来。
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都在当下。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障碍住了，把事实真相障碍住了。啊，这佛说得清楚啊。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见到了，你就真正体会到了。谁放下，谁就真的。不能完全放下没关系，分段放下，这是佛教学的手段啊，教学的善巧方便啊，先放下执着，就是别计较，一切都不执着，你的境界就是四禅八定，你对六道里头全看到了。啊，六道之外的不行，你还有障碍。啊，分别再放下，不但没有执着，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你就见到十法界了。啊，也就是说，这些虚妄的幻象你全明白了，啊，能现的心性你还不清楚，那再进一步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啊，眼见色耳闻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面的境界色身香味触法根尘接触，不起心不动念，境界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如如不动，这是禅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每个人都有的。你恢复了，在佛法讲你成佛了，成佛不是别的，恢复见性了，啊，见性叫成佛了，成佛就是回归于自性，啊，自性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个时候通通显现出来了。啊，不显的时候叫常寂光净土，显现出来叫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土跟寂光土是一不是二啊，影现不同啊。啊，那么这是讲少语。
少欲之人不但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丝毫委屈的心态，亦不负啊，亦复不为诸根所牵。这个诸根就是讲眼耳鼻舌身意，不受他的影响了。啊，眼见色，见色性，他不是见色尘。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见的叫色尘。这个色什么？会染污他。眼见色，他会生七情五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会引起烦恼啊！啊，会引起七情五欲啊！真正少欲知足的人不会啊，不会再被外面境界干扰了。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也。处事有余，常无不足。啊，这一教经。啊，说。真正能够少欲的人，心地坦然，清净的，没有忧畏、忧虑、畏惧的，没有。处事有余，是说他的智慧能力啊，都会处理得非常妥善六道众生，在一生当中所有的际遇都有因果关系。啊，这个因果关系总的来说还是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在处理啊，真有智慧啊，完全了解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欢喜承受啊。善缘恶缘都能用智慧去化解，以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以智慧心成就自己的道业。啊，走的是哪一条路呢？成佛之道。啊，
选择这条道路，成佛之道，最容易走的，最稳当的，最直接的，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条路，善导大师说得好，人人走得通。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人人都能成就，啊，所谓万修万人去啊。啊，就是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啊，依照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去学，个个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得到圆满的成就，时间快速啊，3-5年决定可以拿到手啊，比现在一些国家办移民，时间还要短。啊，我们的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办这个手术，一般是3年就成功了，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公民。不是永久居留啊，是公民啊，极乐世界的公民啊，3年可以拿到啊，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留念这个悲惨世界，这么痛苦的世界？啊，你能说你聪明吗？你能说你有智慧吗？啊，这个粗思有余，常无不足，我们就了解了。啊，3-5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他们要争的给他，他们要求的给他。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全带不去。啊，带不去的赠送给他们多好啊，好事情啊！啊，全部失掉啊！通通布施掉了，换一句话说，变法界、虚空界，你通通都得到了。你这里不肯舍，极乐世界得不到。啊，这个地方肯舍，就舍得，啊，你全都得到了。下面说
有少欲者，再有涅槃呢，是名少欲。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是究竟圆满。大乘教里头把它翻作圆寂，圆是功德圆满，即是清净寂灭，只有清净寂灭，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你全都用得上。这是圆的意思。底下接着说：“汝等比丘，比丘是梵语，佛教出家弟子的称呼。”若于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皆是富乐安稳之处。这是佛在《遗教经》里面教导弟子。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他自己先做到。世间人在这个社会上，求高职位，求大财富，求五欲六尘之乐，他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跟着生起来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东西全舍掉了，他是王子出身，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啊。19岁舍弃王位，他出去散学，在参学的12年当中，他真的少欲知足，印度宗教很发达，修苦行的人多，这些修苦行的人都被社会大众所敬仰、所尊重的。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过苦行僧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不是成道之后啊，
十九岁开始求学的时候就这么干了。啊，舍弃皇宫里面用奢侈啊，忧郁的生活，去做苦行僧。12年的参学，他锻炼出来了。啊，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30岁开始教学啊，教了49年，79岁圆寂的啊，经里都常常说。一生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这300余会，用现在的话说，他办活动，啊，办这个学习的活动。一生有300多次，有点大的活动，好几年。啊，有小的活动呢，几天，啊，3、5天，随缘，哪个地方邀请就到哪里。居无定所，圆寂之后，这些学生们大家在一起聚集，啊，迦叶尊者主持。啊，阿难出来担任副讲，集结经藏。啊，佛在这49年当中教给我们，阿难都听到了。啊，重复讲一遍，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变成文字留给后世，这就是佛经的来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讲稿，没有文字，随口所说，天天不间断的。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教学的本来面目啊！啊，真的是万缘放下，一心教学。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教我们要少欲，教我们要知足。
教我们要持戒，教我们要吃苦，以苦为师啊。啊，为什么？甘心情愿过这种生活，心是定的，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啊，没有傲慢，没有嫉妒，这个心多么善。啊，心善，身就善了。啊，身体就好啊。啊，这个是境随心转吗？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有话，哪里去请他，他就到哪里去。在哪个地方讲经，那个地方就有福报。就能帮助那个地方化解灾难。不是喜欢跑啊。啊，到处去救灾救难啊。没人知道啊。慈悲到了极处啊。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全为别人。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啊，犹为安乐。这他做到了。他每天晚上过夜都是卧在地上。啊，不过佛是坐，他不是卧。啊，佛在树下打坐。弟子们，个个也都有这种禅定功夫。下面说，不知足者，虽处天堂啊。也不称义啊，这是真的。不知足的人，他有再高的地位，再大的财富都不知足，还想多。啊，所以他有苦恼啊，他有烦恼啊，求不得苦。这个求不得苦啊，会连给你带来的劳病死苦。你焦虑啊，你烦恼啊。啊，烦躁，心情不安。啊，那他的日子就过得很辛苦啊。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拥有亿万财产，天天还想着赚钱，他是穷人呐。穷人才需要嘛，操这种心啊，知足的人，一个月能赚一点点钱，可以过生活了，满足了。
我在印尼，印尼我去了11次，朋友很多。每一次我们车在街道上行走，印尼交通堵塞很严重，车停在那里，就看到乞丐，乞丐他们是排队的，很有秩序。我看到乞丐，他问人要钱，拿到印尼盾了。1万吨，他一天能讨1万吨，1万吨相当美金1块钱。他这天生活没问题了，他就不排队了，走了，那位置让给别人，知足啊。我很受感动。他不多要啊，我今天生活能解决行了，用不着再站在那里排班了，不用了。印尼的人民多半都是这样的，工作，生活能过得去，他不想工作了，他去玩去了。到没有钱吃饭的时候再去找工作，工作1、2天。所以雇主常雇他们的人，钱是1个星期发一次。他说不能1个月发一次，1个月发给他了，至少2个星期他不来上班。他不来了。他要把钱花光，没有了他再回来。就说知足啊，所以他常乐印尼人之乐不是外面人能想得到的，外面人是拥有高官、拥有财富为乐，他们不是的，他们那些东西都不要。所以他们的乐趣，中国古人能够体会到。现在人体会不到连他们天天出来讨乞的乞丐都快乐很难得的一个国家我们一般的人这个国家穷这个国家落后你不知道这个国家人真快乐少欲知足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啊。又《法华经》劝发品，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恨。这个行念去生，念恨，念恨长动词，念恨是名词，念行是名词，那么由此可知，修普贤十大愿望，这个十愿要能兑现，不是少欲知足的人，他做不到。少欲知足，这种人有爱心的，他遇到事情能让他不争的，这人有德行的，所以。
他能够一切恭敬。这礼敬诸佛，他能够称赞如来，啊，弃恶扬善。他能广修供养，虽然财力物力不多，他有一份真正供养的心，他能够忏除业障，知道勤转法轮，请佛住持，他知道，那一般富贵人为什么不知道呢？富贵人迷了，认为讲经说法，这仁义道德与我不相干，啊，他把名利财富放在第一位，啊，是他人生的目标，好像活在世间就是为名闻利养而活的，其他的他不懂，啊，只有少欲知足的人，他才知道道德的可贵，觉悟的可贵。啊，和睦的可贵，他知道这些，啊，所以他能修菩萨行，有一即思引般若经，云何菩萨少语，乃至阿耨菩提尚不语，何况于语啊。啊，这是真的少语。啊，学佛的人也有欲望啊，欲望是什么？想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这个欲望也没有，那其他的更不必说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已经不动心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这人是什么？这人就是如来了。
他已经证得了究竟的果位。啊，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佛，他证到这个位置了，真的一切放下了，一切放下，一切全都得到了。啊，那我们要想想啊，我们今天学的这么辛苦，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把握，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放下，还是有强烈的欲望，不能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对极乐世界的信息就相当的渺茫啊。我们在年轻时候啊，也有四五十岁，请教一个老和尚，修行还听说很不错的，我们向他请教，老和尚，他修净土法门，你往生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把握？他摇头。那，我们觉得应该不错了。老和尚讲真话，为什么没有彻底放下吗？建立道场。为什么？别人的寺庙建得比我大，比我庄严，我不如他，好像没面子。这什么？面子没放下。尊严没放下。这是大障碍啊。所以跟极乐世界这线没连上啊，有障碍啊。啊，这都是讲要少欲。啊，少欲道，无上菩提了，也不在心目当中了，心里也没有了，就是真干净。啊，那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是不是个欲望？是的，不要紧，这个欲望就是。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把这个欲望放下，你就步步高升了。因为你带这个欲望啊，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土里的位置最低的，那你有欲望吗？你到那个地方去之后，见到阿弥陀佛，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马上就提升，提升到方便土，提升到十宝土。
如果的时候真正到那个地方去了，连无上正等正觉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恭喜你，你圆满了，你真的妙觉果位了，告诉我们放下的重要。 下面再讲知足，云何菩萨知足？得一切种智，是名诸智之足。一切种智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叫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知足就不再求了。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 也是第一要知足，知足什么呢？我们得到净土了，我们得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名知足啊，你就应该叫知足了。 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恭喜你，你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你决定成无上菩提，肯定的。那不知足，我还要学这个学那个，就把你的功夫破坏了。 把你的信心扰乱了，你往生极乐世界上面打了个问号，可能去，也可能你不去，你去不成。如果你是知足了吧，那你决定去，这问号就没有了，决定去，没有不去。 一生造作很多业障，罪业，一个字不认识。遇到这个法门，他要肯念，这人能成佛。例子很多，前面跟诸位讲的，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法师，好例子啊。 这个出家人，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没念过书，自己晓得自己愚痴，不认识字。出家之后，这人有善根。 在寺庙里头修苦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全干。不怕苦，愿意帮助人，净干这个事情。极乐寺传戒。 他报名去做义工，照顾戒期当中生病的这些出家人。
啊，发心做这个事情。在戒坛往生了，这戒坛都殊胜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了，他是真往生，他不是假的，而不生病，好好的一个人啊！向老和尚告假，我要走了。老和尚有德行，有修养啊，笑笑，好吧，啊，当家师比不上老和尚，当家师责备他，你这个出家人怎么没有一点长远性，戒期不过两个月，你都不能做到圆满，怎么中途而退啊？他就在告诉他，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两个老和尚一听，到极乐世界，你预知时至，是的，即时走，不出十天。哦，这是大事啊！要求派几个人呢，助念送他往生啊，这谁都过欢喜啊。啊，到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告诉老和尚，我明天就走。大家赶紧给他预备后事。啊，第二天真走了，真往生了。啊，地心老和尚是戒坛里面的德界和尚。看到这个这桩事情，非常赞叹，这是出家人的好榜样。啊，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啊，助念的这些同学们要求他做几首诗，或者做几首偈子留给我们做纪念。修无法师说，我是个老粗出家，不认识字啊，我也不会作诗，我也不会作偈。最后说，我有一句话留给大家做纪念啊，他说出这一句话，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最后留这一句话，他是不能说，他真能行，他真干，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他知足了。地仙法师还有个徒弟郭龙江，这大家都知道，也是不认识字，四十多岁才出家，什么都不会。啊，地仙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告诉他准有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他也不管，反正师父叫我念我就念，就真干，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三年预知时至，没生病了，站着往生。啊，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
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都得走路啊。老和尚在关中寺，啊，到他关中寺走路要走一天，大概六七十里路吧，要走一天。啊，把这些信息去报告，老和尚再收拾一下，赶快赶回来，来回三天，他再站三天。不容易啊！啊，这些人怎么成就的？没有别的，就放下。真正少欲知足，什么都没有啊！知足常乐啊！出家就知道念佛，除念佛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给你回答的是阿弥陀佛。底下是念老给我们说的，此意不求他尽。名少欲啊，我们自己生活所需够了，不再想了，不再求了，少欲安住自发明知足啊，他尽色等无欲啊，我们讲财色名食睡。不求啊，自发限量之志，我现前能干些什么，就真干。师父教的一句阿弥陀佛，叫你老实念，就真的老实念。我只会念这一句，其他都不会。这叫安住自发了，准一即是的意思，则不与心外取法，无一法当勤者。这个当是动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不为一切法所动摇。这叫少欲啊！啊，外面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它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啊，善缘、顺境不起贪念，没有贪心。啊，逆缘、恶境没有嗔恚。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这就是少欲。底下这四个字四句话意思很深，提露真常，即灭为乐，如如不动，是为知足。这个境界很深，这是菩萨才能做得到的。我们只要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就知足，这就行了。少欲知足这一句啊，居如是妙义，足证佛经于身。啊，这一句话两个小时讲不完了。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啊，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了，这一生就成佛去了。
啊，换一句话说，修行无论修什么法门，功夫不得力，毛病就出在这四个字。你不能少欲，你不知足，所以你的障碍磨难重重，不但有障碍，还有磨难。啊，真正做到少欲知足了，磨难都没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